有啊有啊，拍谁哦？过来给他照一下物件，给他到底在吃火锅啦？吃火锅都要看几味，你家敢有沙沙酱？哦，沙沙酱，沙沙酱，嘿对。我个人认为，叉叉牌沙茶酱是比较我不要讲。搞一个叉叉牌沙茶酱，到底在吃火锅啦？无啦，我今天我阿甘伯来玩。不要，哎，所以我特别要来访问伊。阿甘伯，阿甘伯，你好。OK 啊，我知影咱的阿甘伯啊，这个啊，真正是真出名。你足侪话是吼，足侪人甲你学啊。比如讲，什么叉叉牌沙茶酱啊，什么冷气机吼，你讲话真有迄个魅力啊。啊，你家己对这种的看法是安怎？我第一感觉吼，这也不是讲我自己刻意安尼吼，哦，要讲这款的台湾话的语调啦。啊，但是新丰大家啊。安尼好意，要拢有我这个腔口，我自己也感觉真光荣啦吼。啊，但是啊，我有一点的不满啦吼。因啊，应该嘛都爱尊重我的制作权，啊，我唔是讲爱因的钱啦。啊，但是哦，你一句哦，伊拍招呼都无，安尼敢唔是伤过失礼？不过这著作权不是你的。这是爸母的，爸母。我爸母无甲教这啊，这是我自己创作出来的呢。这独家的对吧？啊，是啊。啊，我知影讲是，我有一道碰到这个行政院的这个秘书长啊，赵守博啊。嗯。那大家在咧做伙这个啊，食饭饮酒啊，我记得我当开始的时候，这老师有甲你照这杯底唔当饲金鱼，我。发现讲要甲你啉烧酒吼，足恐怖的。我顶到吼，讲你来照年岁落去算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哎，啊像我安尼差不多爱甲你，我若要敬你，差不多爱几杯的烧酒。哦，真简单啊！你要敬我，基本数一杯对一杯嘛，要基础照我十岁加一杯，二十岁加两杯，要但是买遐拄好拢吼差十十安尼嘛，尾数啊四乘五入嘛，二十四岁。都四岁无甲你算啦，加两倍连基本数三倍啦，二十五岁五岁就算十岁安尼，就加三倍四倍安尼啦。啊，这简单的算数你应该也要算啊。啊，你玩得到啊？啊，所以我顶当你啊，跟阿甘伯阿姐阿未讲完话，我就啉一个倒去。啊，迄无要紧啦，迄嘛无一定讲爱用算数，咱有代数嘛。哦，一对几倍嘛，你酒量若歹，哦，你爱四杯对我啊一杯，你都啉一杯，我啉四分之一嘛。哦，无啦，安尼袂使啦，安尼拢有变通的办法啊。啊，不过我听到你讲这赵守博啊，我大概做食饭的时候又特别提起来讲，伊讲啊，讲渔夫先生讲这个阿甘伯有看过你的漫画，伊讲。这个渔夫先生画得很好，口述画我画得都很不好。不要，我怕安尼改讲。是，欸啊、所以我今日嘛是硬着头皮嘛是要将我甲你画漫画要互你看一下、這個。好，啊，第一条这个漫画是哦、喔，咱在从这道哈，这个阿强啊，这飞弹咧飞来飞去嘛哈，啊飞来飞去，即马就有人讲啊。高人杠、高阳杠拢无拍到，去拍到林阳杠，吼，啊，敢有这个代志？尤先生，你讲中江的飞弹哈，哦，是拍到我林阳杠。我这种最好意思是讲，可能啊，对你的这个选票哈，有一点啊影响未？你家己感觉？我甲想吼，李登辉先生啊，伊是真够利用矛盾的人，所以中共的军事演习吧，伊都哦一再讲咱台湾人啊，唔是遐无志气的人，唔是予人啊哦吓惊安尼大汉的吼，哦要惊啥货？哦要拍就来拍啊，哦秘书清朝的义和团啊，迄款的讲话啊，哦啊安尼吼。有部分的选民啊，我嘛想讲有理哦，李登辉先生，吼，我还真勇敢哦，哦，支持的缘故啦。但是，那我最近哦，去中南部各地方访问，我听到吼，有诶嘛是讲迄未使哩咧，李登辉先生
已经让他做总统做八年了。最近我们台湾海峡的武教这么紧张，用用要烧台起来，我们内部的经济股市在直直播，所有的行业都很不景气。他说我们所有的2100万的同胞啊，咱有什么义务啊，都爱予伊去做继续跋筊啊，伊资本。哦，伊要做哦，讲生命共同体，伊家己去做啊。哦哦，要有一个人甲我讲，我感觉真有道理啦。哦，讲李登辉先生唔知伫什么县市啊有讲吼，讲恁选总统啊，好亲像。哦，要选船长同款，恁都爱选一个啊，有老经验的，哦，要有勇气的船长。这个选民啊，甲我讲啊，我讲船，伊讲船啊有两项了，一个是客轮载人客，一个是货轮载货。伊讲李登辉先生做货轮啊，伊船长好啦。那去出招吼，要是沉默啊，伊甲少数的船员啊，都是高级的党政领导干部，伊甲会啊，两个去沉海底就好。要千万啊，唔通让伊啊做载人客的客轮的船长啊。伊讲2100万吼，伊同胞啊，船沉落的时阵，我要甲伊啊沉去海底是无？最近有人安尼甲我讲哦，是啊，所以哦。你甲讲吼，讲这个飞弹吼，一定拍到我，就是对我一定不利吼，不见得。安尼，哎，我到时候叫你阿甘伯阿你讲，安尼我阁画一张啊，就是客轮加货轮的这番话。我知这是阿甘伯阿的这个女儿特别甲你准备的，这你先啉一嘴茶了，我再阁有这个啊贵啊张的漫画吼，准备要来给咱阿甘伯阿甲你来谈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也看这个啊，漫画是我最早以前画的啊，这是1987年画啊。那么迄个时是讲，你有一站吼去用啊变起来吼，即马就变作一个雪人啊。慢慢1985年，慢慢1986年开始，到这个1987年先日头出来啊。啊，你一定解冻啊，做舒缓你的院长。所以你以前有提出一个啊，大概最出名的就是讲这个啊，皇后的贞洁哈。啊，皇后的贞洁，大家都会刚刚讲。啊！你过去真啊做这個，因为真侪人诶讲法是讲，你是说院长内底关于司法改革这部分哈。啊，这个这是为你是一个贞洁的皇后啊，叫卡真叫蒙鬼啊！你看你，你看法是安怎？这个司法院的工课吼，是干呐管司法行政啦，审判的部分啊，这是法官的职权，何管啊？无法度去甲干涉啦。要但是啊，一般的民众上重视的，就是你司法审判这上要紧，有独立啊无，有公正啊无。哦，要判决的内容啊，是不是安尼文理、法理啊、事理啊，拢真正交代真清楚、真通顺，上注意遐。要但是我都这样讲啊，我对法官我都未使你甲干涉，唔只迄个裁判师啊，啊判决师啊，以前要宣读以前爱互因的庭长、院长啊，去事先去审话啦，参迄个制度啊，我的手内就全部甲废止啊。所以啊，法官就是等于啊一个独立王国内底的国王。所以啊，你要祈求讲要审判会好些啊，你只有要求法官，你每一个爱有良知、良识、甲良心，才会使。别人不在了管你啊，只有伊自己啊，管家己啊。所以啊，有一次啊，我正甲因讲，我讲恁法官吼，伊操守，也甲公司生活也检点啊。好比是风雨啊，也征操同款。
丰富的征草这个故事啊，是对罗马哈以前啊，唔多有皇帝啦哈，咱叫做讲啊，哦，这个凯撒大帝啊，伊有一次啊，这个带军队啊去外国去战争，要回国了后啊，有人甲伊讲，讲你的丰富哈。啊，听讲啊，甲什么啊，侍从官吼，哎呀，那来往啊，啊，真亲密啦，那啦，要无甲公告讲啊，有乱来，有不正的事实咯。这个皇帝啊，就安尼将伊的皇后啊，甲离婚掉的。是。要有人就替皇后啊来诉冤啊。嗯。这个罗马皇帝安尼甲讲，讲皇后啊有义务做到啊，和所有的国民啊。拢家己信任，一点啊的怀疑啊都无，安尼才会使。我是提这个故事啊来勉励阮的法官，这就是啊严以律己哦，也一种的讲法。但是过了后啊，有人就哦安尼歪曲啦哈，要有诶官生笑啦。就按这种的对吧？都挑你讲啊，讲这款的代志哦。这个啊，我爱讲我清楚了。是啊，我真是尾啊吼，恁讲的这个啊，尾啊就是讲跟这个主流非主流哈之间哈，那么慢慢大家分开啊哈。嗯。就这点我是咧为这个啊十四转大会了哈，开始有这个什么。那像就侏罗纪公园，然后恐龙吼，啥、大家拢一定教育，所以慢慢的拆分开。那么拆分开了，咱暂时讲啊，这个啊，目前呢，我个啊，因为这个讲到这个咱这个啊，要做这个司法院长的时阵啊，啊，要迄个时阵有一个讲法，就是讲这個、李登辉要选新的这个行政院长。那么迄时是讲你要做这个啊，有迄时你有意思要来选行政院长，所以呢。啊，这特别有一个讲阿刚啊，这个木牛，这叫木牛呗。啊，你咧叫伊刚刚刚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再呢，搁有一张啊漫画呢。我张漫画意思是讲你咧爬山，哈、那么咧爬山的时阵，爬到一半，这个你咧登山嘛，啊，连整这个登辉号直升机从天而降，所以讲你煞无去。你迄个时看开始讲是欲做这个行政院长，这个不是，这个迄、那个经过是安呢？啊、侯伯村先生啊，当行政院院长，要唔着甲李登辉总统啊，两个真袂合咯吼。是。要迄当阵啊，有一次我原款侯伯村先生，我讲依照宪法的规定啊，恁两个袂合，只有你行政院院长失职嘛，你无理由叫总统啊任期未届满，讲伊失职啊。哦，要了后啊，李登辉先生啊，以党主席的身份，一处在党的中常会，伊就讲啊，伊讲哦，侯院长啊，哦，有真丰富的经验，要对党国有真大的贡献，所以离开行政院了后啊，伊在党部的内底要设立一个政策的指导小组，要请侯伯村先生啊来担任召集人。要最近啊，都要开十四转的啊，这个大会到遐将来啊设立啊这个副主席，要请侯伯村先生继续啊来贡献中国，进入明明啊给侯伯村先生一种啊的引路咯。但是过了后啊，政策指导小组也无去啦，要。十四转大会迄个经过啊，伊首先就运作，伊要将设立副主席啊，伊这个案啊，要甲打消掉。是。但是第一日啦，啊，这个表决的结果啊，1007个，都要设立副主席爱三分之二的多数，都差200-300票。但是啊，李登辉先生伊心就慌了。因为第二日啦，伊家己要选党的主席，这个是过半数就好。1007个是过半数啊，哦，2000个左右啊，伊全国代表内底1007个啊，过半数啊，伊是讲一家若好起反感哦，哦，明仔载伊选未出，所以迄下波啊，180度啊，会急转弯。设立副主席，设四个，这个经过啊，恁拢知影啦吼。
要行政院院长会接任的人选，侯伯村啊，院长啊，迄当阵伊是讲伊要推荐我，我就甲伊讲啊，讲啊，你啊莫推荐啦，我心内有数，无可能嘛。哦，要嘛安尼，互人看起来讲，要你哪会安尼不干脆？你时时都好啊。哦，个人的人选啊，你要有附带条件，安尼嘛唔好。嗯，迄当阵啊，为什么啊？我心内有数。我若讲做行政院院长吼，啊，李廷威先生伊知影，我无讲对伊啊，哦，百依百顺啦，百依百顺啦，不可能啊！你不是没有声音啦，哈。没，要去当阵恁啥人画漫画，哎，无讲我做行政院院长啊，哦，我安尼真大汉，要伊总统啊，安尼扫车喊啊，有无？但是啊。李廷威先生啊，伊问我的意见的时阵啊，我阁袂使你甲讲吼，我无意见咯、喔，我无爱做行政院院长哦、喔，我惊做伊安尼甲我讲，讲我都有存呢，是伊家己唔嘛，啊，要问底下进一步讲讲啊，这个重大艰苦的责任嘛，伊都无爱负啊，伊阁敢抹黑我，吃不消、啊。所以迄当阵我甲讲吼，讲啊，我无意见啦，由你拍算哦。你若有较适当的人，用较适当的人，哦，啊，你若考虑的结果叫我去行政院服务好，我无提示，要唔这样报纸上啊，又来一个什么不知不求是吧？哎哎哎，哦，迄读做气啊。啊，知啊，我嘛，大家即马拢二零拢讲不知不求不计，即大家他见咧讲，即个经过是安尼啦，所以啊，恁的漫画讲我爬山吼，爬到一半要连站坐直升飞机啊来，哎，都是安尼，是，经过是安。意思就是讲，亲像即李廷辉吼，拢伊家己拢要演白雪公主啦，啊，恁家的人拢爱演七矮人，啊，伊家己上水安就对啊。嗯。我一个有一部漫画是咧将即。这个啊阿甘伯啊，加这个，因为人叫我为这总共这四组的这个总统候选人。嗯嗯。那么我其实因为漫画就是咧话讲啊，阿甘伯你也看，就是讲你含李廷辉甲潘明敏这组啊，这三组三个加起来是这个三省老公啊票。嗯。那么咱在这个成王正义的对毛主公，你是属于他这个啊，因为提出这个世代交替说啊，啊这点你家己看法是安怎？我看法吼。这个人的这个少年甲老啊，比啥哩用何种年龄啊来做唯一的标准啊？是。哦，你可比讲侯伯村先生哦，大家讲哦，哦，伊呾七十八岁啊，伊老啊，但是吼、哦，我请你啊，你甲伊赛跑，跑五千公尺看看，啊，你甲伊去游泳，游三千公尺看看，看谁的体能啊？啊好，我想吼，何种理念以外，一项啊是体能，要一项啊是智能，是真要紧。伊啊脑筋啊都无保守，无固执，不断啊一直啊吸收新的知识，容纳人的意见。这个人啊虽然年岁较济啊，嘛是啊要是少年咯、哦。啊你若颠倒病四五十岁，已经有诶体力都真歹啊。哦，要阿未接受人的意见，阿母想要继续啊，搁读册，吸收新的知识。哦，迄个嘛是啊，老人。是。哦，要今仔日安尼批评讲，阮三仙啊，老公啊，飘吼，好加载啦。这三仙的内底，我算上少年。哎，因两个啊，拢要给我四五岁了啊。所以我即摆咧讲是讲啊，另外即个，我会记你讲你伫个啊南投咧，是伫总部时阵哦。比如讲人问你讲你上崇拜一个影歌星是啥物人啊？你结果你是讲即个 Michael Jackson 哦，这是足惊讶。啊，你现在特别对这个有印象？哎呀，真无复杂的理由啦，因为吼，在这个热门的西洋的音乐内底啊。歌星我都敢若捌迈克·杰克逊一人呢，是啊，
人来问我讲吼，现在中华民国你想钦佩的漫画家是谁？我一定答他说渔夫先生，因为除去你以外，其他的漫画家我都无三八的。哦，我的中华爷，这值回票价。对，但是咱即摆是在讲这个啊，独角公他们厉害新，这世代交替、对世代交替的看法以外，咱再就是讲，即摆开始最近进行什么几工啊？那么李中英这边、李连正英这边开始哈，尽量来要来和这个啊气棚保里的这个效应啊来发生。那么这点你家己的，你看你有啥物破解的策略？我甲看吼，我破解的方法啦，啊，我是无亲像讲李登辉先生伊吼，伊安尼为着伊家己要当选吼，伊不择手段啦，是，哦，譬如讲啊，股市的代志啊，啊，伊当用2000亿，2000亿无够，哦，过加2000亿。但是啊，经建会啊，伊副主任委员吼、哦，伊顶日讲哦，伊号盘是号盘到22号呢，投票前一日为止哦，哎，过去啊，啊都无要插啊哦，无法度啊，亲像这款，要今仔日可能伊啊了解讲吼、哦，伊在民间的支持度啊，无遐乐观、所以伊即摆啊拼命吼、哦，要做成功啊，民进党啊，将彭明敏先生啊。甲放弃掉的票来转移予伊，要民进党伊内底啊，确实啦，嘛有真济啊，伊即个党员啊，安尼想哦，哦，伊即个原因伫倒位，伊想讲啊，予李登辉阁当选啊，无定底啊吼，比因再来的议定的进度啊，会阁较提早实现台湾独立。哦，哎，所以啊，哦，现在民进党的内部啊，无啥团结，要我是安尼票，我来走过去这个，这个李登辉这边啊，彭明敏的票，可能会啊，但是哦，咱替民进党来算哦，假使啊，这次彭明敏先生因这一组的得票率真低安尼来讲，以后。民进党啊，会分裂咯。哦，要将来啊，哦，在野党啊，伊无法度占第一位啊，会大在野党会即个地位哦。打击会真大。哎，这打击啊会真大哦。是。啊，你问我讲有啥物啊破解啊的方法？我吼，人伫玩什么花样啊？我看看有啦，但是我自己啊，我不屑为之啦。要我就是相信啊，哦，咱古早讲，诚实就是最好的政策，哦，这是西洋啊的言语啦。是，因为我个人啊，哦，我儒家思想对我影响真大，我的讲法就是讲，你必须啦，哈，100个宽谋术数啊，也不如啊一个贤啦。啊、哦，我就是安尼，我是照我再来的做人，要处事的原则安尼去做啦。我相信选民啊，也一定会肯定我这一点啦。是，那么咱前谈到讲啊，今哈，咱就是一定讲到真多，你也一直提到这個李登辉。那么我看到你的广告片，那么嘛是真多这个啊，针对李登辉来。我有一个问题是问讲，你家己本身敢有这个啊李登辉的这个情感？李登辉的政见吼，我对反面安尼来讲啊，实在讲嘛是有啦。我唔捌看到亲像李登辉先生即款吼，我拄则有讲过，讲为着达到自私的目的啊，不择手段。你欺骗民众也好，愚弄民众也好，有当时啊，亲像安徽他们毒品安尼来个麻醉。甲骗我戆戆戆，即款的啦。所以啊，我认为李登辉先生啊，是一个政治家吼、来讲啊，是一个啊最负面啊 minus 这方面啊的示范。凡是吼，伊安那做嘅代志啊，咱唔通照安尼去做。我想即嘛
精简的也一种啦，唔通乌伊就对啦。对，你若是当选总统了后，你第一件想要做的代志是啥？第一件吼，还是台湾海峡这个紧张的情势啊，爱来缓和，爱来降温。有较具体的这个。我的意思吼，那是23号过了，我当选，我随时啊要由咱三个政党，也甲社会人士内底来选适当的代表人，要再加上咱政府的官员啊，要专家学者来组一个啊，一个访问团，马上啊过大陆，甲因参详，要参详有了一个基础了后，我5月20就任了后，哦，我一定要甲中共啊的领导人啊来。接单啊，要先来啊，哦，订这个停战、和平以及这个协议，这个协议啊，订了后，哦，咱这积极啊来推动三通，要加强啊农业、渔业、工商业各种啊以及这个合作，哦，要重视啊，咱互相啊爱考虑，唔当讲哦，我哦要骗你。哦，安尼唔好，爱互利互惠啊，安尼才有法度建立永久啊的和谐。安尼若是讲，确实这一切拢袂当来达成的话，你会安怎做？我相信一定会达成。为什么？中共今仔日啦，哦，伊个啊，安尼军事演习打压我们文攻武后哈，伊就是啊，讲李登辉先生啊，伊要借外国啊的势力，也要。走这个大道的路啊！啊，我拄只开头啊，都甲你讲，我一个中国哦，之下现在是分立分治的状态，但是啊，绝对无要惊违背中华民族啊基本立场哦，这个分离主义大道的路哦，要我也无可能要引进外国啊的势力哦，要啊更加无要发展核子武器。那安尼，中共伊无理由啊，讲啊，唔甲咱啊和平相处啊。我意思是讲，若是人民无要互你，即个尾啊结果的时阵，你若要当来达成的话，你家己的。哦，那是安尼的时阵啊。哦，我家己第一就是认识啊，我哦要努力无够，所以啊，选民对我的信任要无够。哦，这我第一点啊，我爱认识。但是啊，我袂讲安尼就灰心累志啊。我以后啊，爱量力啦吼，在我家己的气力吼、财力啦各方面的条件，我继续会滴啦，为国家、为国民同胞啊，做什么款有益的服务，我嘛是继续啊，爱做落去。是啊，今仔非常啊，多谢阿干伯哈。不过我伫这段内底吼，拢会当。拢拜托啊，每一个咱来的人吼，来跟咱留一个话啊，唔知啊，刚别你想要留话给啥物人？我想留话给你啦，留我我说别留，叫你，这样就将来一定做大事。好。一句话留给渔夫先生，以后请主持节目提问题的时候，不要像今天这样尖酸刁钻。哎，万朵摇摇，有没到没掉？他们都在访问的时候，我就摇到要死。OK 啊，我妈妈呢？他们多啊咧，咧问我讲啊，那遮侪人要选总统，还是要选啥人啦？还是要安怎投票啦？啊，我相信很多人还不晓得怎么投票。不过呢，直接我阿母，我跟你讲，要安怎投票？第一，你可以用手投，也可以用脚投啊，用卡投呢就是移民。等，对不对？我讲到移民，你就想要走啊？哦，你宽包好不好？
啊，我跟你讲，移民没有那么简单啊，移民的人要有钱的人才能够移，像我们这种贫贱的人叫做贫贱不能移，所以我们只好威武不能屈啊。不过你用脚头的人拜托啊，你用脚头你就不要用手头，因为你要移民了，你不要决定我们的前途。那么再过来呢，你还可以怎么投呢？我们可以配票啊，有些人的配票方式很好玩，说用生日来配票。那么怎么用生日配票呢？哦，原来如果你是处女座啊，你就投给处女。这个政治上的人好像没有什么处女吧？啊，不是，也当然也不是说你是金牛座就要投给金牛啊，拜托千万卖票。所以呢，啊，如果你是啊有人跟你买票的话，你千万呢啊就不要投给那个人。啊，我相信政府呢办这一次的选举呢是秉着啊公平、公正跟公开。那么有人说啊，什么叫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呢？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啊，公平呢就是一个人500块啊都很公平，价格公平啊。公正呢就是你买你的区，我买我的区，叫做公正啊。公开呢就是买票可以公开啊，但是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哈。那这样做就被法务部抓去关起来了。那么啊，配票呢？刚刚讲的配票还没讲完，然后配票还有一种方式啊。有人说我为了这个两党大和解啊，我想呢要把这个总统的票投给李登辉，副总统的票投给谢长廷。那我告诉你，这不是两党大和解，这叫做废票一张。但是够人讲啊，到底呢？现在选举快到，要弃李保鹏呢，还是弃彭保李？啊，总而言之，叫做弃李彭保台彭。这个李彭是中共的总理李彭，哈、哦，我们搞清楚。啊，够一种的选举，我忘记跟各位讲了，这个叫做薄薄的一片，让你几乎忘了它的存在，啊。我不是在说卫生棉，我在说的是国大的选举啊！记住，国大选举也要选啊！购物购物购物，先暂停哈啊！这个台北市民呢，你今年可以领到三张票，一张是总统票，一张国大的票，还有一张就是公民投票决定何事，忙没给你啊，变来收起哦。好，明天见，拜拜。